师父，我已经修炼成人身了，但是我还是来迟了一步。给我一个解脱，杀了我吧！啊啊啊！啊啊你一定还有办法的，邪君不会就这么死。 对，邪君不会就这么死的，一定还有办法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啊！回魂丹，回魂丹，回魂丹！师父，仙君，把这个吃完就不会疼了。来，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 杀了我！一梦，一梦，师父，师父，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师父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有生之年看到小黑鱼化人，叫一声师父。这个愿望许的不划算吧？明明随时都可以实现啊！ 你疯了，一梦，你干嘛？林丹，既然已经没有办法，我们改变不了结局，我舍不得让师父这么痛苦。可是如果仙君抱憾而终的话，你会痛苦一辈子。我刚刚修炼成人形，以我的灵力，我无法救他。我有办法，哪怕只有一刻的时间，我也可以让你们相认。 你是师父。 师父，我已经修炼成人身了，但是我还是来迟了一步。我现在有名字了，我叫于墨。师父，你是九旗。 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